灯头是少，啊，要叫这少年仔出来煮，家湾也真无闲，无人要来，无人要来，讲你讲咱来了，我来煮有心无紧，也无做，无方便啊。加入门来，社会个咪进步，啊，工作无方便，特别甲四家的三家话，啊，弄下气缸对不？开始做个节目，啊，阮这是这是我们社会哦，啊，无这气缸都无给你啊。你无煮炭暖，老伙无在吃。啊，你即马煮炭暖嘞吼，你饭若无去甲炒吼，钓个最高头啊。当初我们就想说，因为既然社区的活动中心也有了。那就差一个厨房，如果这个厨房能够建造起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说我们能够来做一些供餐，就是说这些志工其实每一天大概都至少要10个志工来帮忙，包括洗菜厨师这边，然后还有打菜，长者他到这边来的时候可能请人来教他一些运动，那目前来讲就是让他们走出来，然后走到这个这么宽阔的这个这么好的环境之下，我想对每一个长者都有帮助。当然，因为我们社区因为有这个这么这些环境啊，包括有这些设备以后哈，人与人之间哈，它的距离都缩短了。加工做这个志工，对你的生活哈，有啥物改变？咱若讲有心要甲奉献伫这个社区内面哦，你就哪做哪健康。啊，你若无心呢，哪做哪有做啦。啊，大部分我只大家拢哪做哪健康啦。